请注意听下面的录音。我在牛场工作3年了，关于这300多头牛，月收入4000多块钱，离家也近点，待遇挺好的。中文台词是：我在牛场工作2-3年了，管理这300多头牛，月收入4000多块钱，离家也近点，待遇也挺好的。我在牛场工作2-3年了。在牛场，牛，工作2-3年 2 or 3 years, 2 to 3 years, can be any. Usually people don't say 2-3年。我在牛场工作3-4年了。管理这300多头牛，管理三百多 we must say 多 after the number, 头 a major word, 这关于这300多头牛。月收入4000多块钱，月收入四千多 we must say 多 right after the number, 块就是元 Chinese currency's unit, 钱钱儿是口语的，钱儿 and 钱 the same, 4000多块钱就是4000多块，也是4000多元，月收入4000多块钱，离家也近便，离家近便，近便就是方便的意思，也离家也近便，待遇也挺好的，待遇也挺就是很的意思，在口语里用的多，挺好的就是挺好的意思，在这里的用来强调待遇挺好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